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是因为我要热爱，所以因为热爱，所以我要东山再起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查体。妈的，我差点反了。然后这个还有老衲名叫秃驴开的 TVP， 以及今宵胜把银什么赵有孔香冯是梦，妈的什么个鬼啊！啊，地图是卡内利亚啊，标准模式我们在一万小时内啊，这我怎么遭得住？啊，然后这个，哎，等会儿，妈的呀，我鼠标呢啊，伸出来，鼠标差点找不到了，好，鼠标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啊，这，你敢过来？打得漂亮，妈，你敢过来？这他妈过路飞车的！目标被击中！啊西巴！没弹了，等着啊，等着，淡定。他这么远开火，而且这草丛里都包着的，对面应该是没有知道他的具体位置。哎，那边那个 B 哥他干谁了？你们赶紧过去支援呀！妈的，还在街上开，你不想回去了吗？有。慢点，慢点！啊，这一发不知道打都没打到，哎，好不爽！什么？他敢顶那个 M 六零？那说明刚才那发应该没打到，否则他血量不足的情况下，如果 M 六零血量稍微多一点，他都不敢那样冲动。这个215B，哥，你出门睡醒了吗？呀，妈的，六零把他收了，那刚才那发应该打到了吧？那种情况下他都敢上，应该他那种情况，他如果确实血量就他特别虚啊，干不过对面，应该等队友过来的呀，不能蛮干的。好，三个弹夹流氓，两个法国流氓啊，一个捷克流氓啊，反正都是流氓。有个新闻，男子将摔倒老人送医反被诬陷，哼，他把他送过去还帮他垫付了9000多治疗费，老人病情好转后反咬男子说是他撞的，男子无奈把他告上法庭。不，但这个你得要有人作证啊，或者说你要有什么行车记录仪这种证据的呀，你不然也没人帮你看着你这对吧？这个是说不清楚的。不，关键是你还帮他垫付了，那人家就要说：“我操，那你既然没撞他，为什么你帮他垫付吗？”有人家不相信你是好心人的呀。不是，这也说明这个老头鼠目寸光。妈的，人家是开车的，你是走路的，人家还能帮你垫接近10000的钱，你居然不跟他做朋友，你居然要反咬他一口，就算你拿到了，你是让他赔了你钱，你又能怎样呢？你跟一个土豪为敌，你我跟你讲，那你不光是整理自己，你把你子孙后代的路全都堵了，你等于帮他埋了个地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炸。有，这还在不在吗？这，我们未能穿透
是有几发没穿啊？啊，都穿他早就死了。然后叉叉炮说：“怎么这么卡？”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说明有人在下小电影。哎，最近胃不太好，老是胀气啊！我去那个，药店买了二两那个什么干的那种橘子皮，哎，来泡水喝。好，干死他！持续最后一发，漂亮！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哎，对了，前天有个那个三个和尚打架的那个视频，把他传遍世界了，然后被开除了，他们三个。哎呀，居然就开除了，肯定没那么简单，对吧？得罪了方丈，你们还想走？哪有那么容易？妈的，把你开了再绑了，然后罚做100年的苦工，晚上还要陪这个方丈这个畅谈人生理想啊，并且互相要这个深入了解，哎，互相沟通啊。哎，这个玩的好污呀！来啊，干死你！哎，不，这就是校长冲进女生宿舍的感觉啊！好，上！那现在这三个都虚的一逼，漂亮！再把这个干了！好，再去干那个。其实你刚才可以过来撞了一下的，你打桩去，但现在他不敢了，他知道那个妈的猛的一逼啊，他先卡住一头，看这个火炮顾哪一头，他应该不知道啊，漂亮，不愧是好基友，我擦，豆豆进来了，只是在路，妈的山上有个猎虎。他现在只有一颗弹啊，干嘛猎户要强上他的基友吗？好，啪啊，一耳光啊，等着上弹了，然后黑豹二你上吧。哎，这两个弹夹货血量都低，而且现在正在上弹，他不敢上，不然分分钟教猎户做人。他刚才那一发其实可以把猎户断腿给断在那里，然后那个黑豹二绝逼敢上去干，就只要他没有修理包的话。哎，而且他修理包他也只能修一次啊，妈的，黑豹二直接扛一发再断，然后断到死。这对面居然站家了，但现在我们这边情况也不是太好，因为那边那几个人血量都不高，你看像脸皮王那 HE 估计崩一下就死了。卧槽，叉叉他要从那边上，这，哎，你看看他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不，哎，妈的就走了，叉叉上去把那个偷了，现在这个有点慌了。PVP 现在活着跟在我们后面，这人在哪儿呢？你前面有没有人嘛？没有人，你可以绕过去去捅他们屁屁的呀。好，妈的！小心那个包衣，擦！啊，好。干了，漂亮，缩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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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没得啊，西巴，
如果说 TVP 他当时不要那么贪，叉叉等会儿找个机会，你比如从这下面过去再补一枪把它收掉的话，两个那个这个弹夹车，哎呀，他肯定刚才录他自己录的时候也卡顿了，他现在只有四发弹，四发弹完了那边只有一发，哎呀，杀人如麻倒没弹药啊。现在他肯定是想尽量拖时间，然后让这个火炮去砸，把他干死，你居然怼到我面前了。好，但这个时候他们的查查又来了，哎呀，你先往后躲一躲。好的，火炮漂亮。完，现在他并不一定占优了，他并不一定占优啊。我这姑娘再，当然再砸一发你也不要乱了，因为你这个血量也说不准。你看他现在就想在这里溜，你知道吧？溜狗呢？溜着溜着，这个他就想让火炮把他弄了，对吧？这大不了你去粘呢，你粘不粘吧？我反正不出了。哎，你正面上我。搞火，哈的，啊，也行也行，美帝炮留下，因为201机动性好一点，他去搞火炮也有道理。啊，你看让那个美帝炮看家，对啊，这必须要看啊。而现在你要注意一点，他是不是跟那个查查一样，他也要从中间那个坡上来？现在这个地图改的，他有物理引擎2.0嘛，他有些东西以前是怎么都上不去的，他得要顶。但现在有些地方，当你顶的话，很多人都会上血，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绝壁是白帽子的阴谋啊，把今年 WGO 的这个冠军都给人家坑掉了，一个神翻车。这改的是些什么鬼嘛，对不对？把猛鬼追魂队 HR 这个坑出了翔，然后黄色老司机里面长得像马云那个人成功翻盘。啊，然后主持人波兰周润发这个目瞪口呆，哎，他们里面很多人是长得像的呀。然后那是哪个队来着？那里面有个人长得像少年普京，我在想，操，是不是？还几分钟？啊，这边来了个妹子，我等会儿要去跟她面试。这把录完了，我等会儿再来。啊，那当时我就说，我操，哇，这别是普京的私生子吧？那谁赢了这个队，我跟你讲，普京就要刚过去，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好，你们也没找到火炮呀，快去我们家，那你贴住这个房子站就好了。哎，我也不一定，他建筑面比较大，那种热门位置最好也不要站。哎，你们都进来呀，虚个懒子。这肯定赢了呀。妈的，如果被打断，那就绝壁冲过去跟他拼了，因为时间很紧了。好，二流还最后想撸一个人品炮。哦，这边来了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
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。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@gmail.com就可以了，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。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